哎呀，哎，我来了，姐来了，来了，来干嘛呢？这你为什么都拿不到？你又让他拿了。姐，你自己看他伤害。为什么他有伤害，你没有伤害呀？你们打的他开脚本了呀，姐。我都比你脑子好还是怎么样啊？还跑、啊？你看这头给我拿的。告诉我呀、我真的觉得好难啊！你之前也不这样啊。看看我的发育，我的发育。你什么发育？灵儿姐人挺好，你看你给灵儿姐输了那么多次，灵儿姐都没说你一句，没骂你一句，灵儿姐人多好啊！三十个，灵儿姐，我发育太好了，你好好珍惜她。我跟你说，尾巴哥，看我这补刀，就我这装备怎么杀不了人？你看看。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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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。没事，姐，我跟着他呢。跟着我啊，不去杀人了，跟着我了。没事，那行吗？没事没事，你告诉我怎么可能没事啊？你看看你现在，你看看你现在拿个蓝都费劲。十八级，你跟他有什么？跟着他你要 K 头呀，你要拿人头啊！40-2，哎，我天，这不纯纯打小孩吗？我真的不知道你在干什么。他现在这个装备一个人肯定是杀不了对面的。来了塞拉斯来了、哎、干嘛呢？哎呦漂亮，为什么连助攻都没有？姐，他肯定开挂了、学我上一把，他两下就把人 A 死了，他肯定开挂了。学我上一把啊！尾巴哥哥连助攻都没有，你看学我上一把，他又杀了，他又拿人头了。你跟着他你跟了个什么呀？你跟着他拿助攻漂亮，还想抢我？还有吗？还想抢我人头啊？抢不了一点、太恶心了姐，我真没办法，太恶心了。他一直在那里 K， 还在那里开脚本，这人不恶心吗？怪不得你说他恶心啊，姐。开脚本，哎呀，你开啥脚本了？这人怎么这样？你开过呀？我太畜生了！畜生不是你吗？玩个游戏还要开脚本玩？玩个游戏这么菜还接单呢？猛猛嘲讽，碰见打不过了就是猛猛脚本啊！你这能说的不能说，打不过就脚本呗。要不说你会做人呢？打不过就脚本。那为什么你们看到的明明就是一个残血，他能拿得到，你拿不到啊？你告诉我嘛！看看我的补刀，大声告诉我，我现在补刀多少？塞拉斯，就是你们厉，就是碰见打得过的，就是猛猛嘲讽；碰见打不过的，就猛猛无限。上呀，拿呀，杀呀！杀了姐，杀了。哎，你加个血，你加上。又要被他杀了。去哪抢啊？你为什么不去啊？哎呀，漂亮！我也没办法，给他助攻都不给他，助攻都不给。装备太差了，姐，我得发育一下呀。你把补都是发育，发育，发育的。看我这补刀，补太快了，补太快了。我让你重新来。不是啊，灵儿姐，你得要体谅他，他能有什么坏心眼儿呢？啊，灵儿姐，你别在野区了，行吗？你去拿人头，行吗？我出大帽，姐，我大帽了，我这就去啊。OK。啊，我真的是。奥拉夫在中路，对。奥拉夫吗？现在一个脑袋，两个脑袋大。来哎呦我帅，我来了，完了我怎么帮他了？哎呦被我哎呀漂亮虚呗，为什么你又要拿我？你看我都要杀了，我都要杀了，姐他过来抢啊！果然猛男没骗我虚呗，啊你确实看到了是一个人头，怎么老给杀了杀了姐杀了杀了帽子加死烂黑收割者，你怎么39个了？加油加油加油！走了走了，我杀了啊！他不走我还他走我不他不走我不杀呢。不行不行，好好好，哎呦我太帅了！去呗，你跟猛男你俩 solo 过吗？你俩谁更厉害一点啊？啊？不理我呢？好，高手都是冷漠的，我懂。solo 是吧？跟他 solo 是吧？没 solo 过，懂吗？你俩没打过，我以为你俩打过呢。
他，我跟你说，那个谁，那个猛男，我男包也跟我说，说你可厉害了呢。但是我发现你确实挺厉害的，确实挺厉害的。还行还行。41-4。你又在干嘛呀？42个。你怎么老在刷牙？我在去的路上呀，姐。我真的发现你是野王是吗？那么野区种灵芝了，你进去采啊。不是姐，对面都没出来呀。哎呀，猛猛嘲讽，漂亮。你在干什么？你跑什么呀？不杀他们，你在跑什么？在杀好听姐好听，我是不是杀了？真好听，唱的好听吗？哎呦，好听好听，真好听啊！唱的好、哎，真会唱。他太入了，这个泰坦姐。我不帮他，快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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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抢呀！这个你都抢，差点给他抢了这个头，差点给他抢。是啊，差点，咱们就是一个爱头，你为什么能打成这样？不是姐，他技能技能好 K 头啊，姐！啊，技能好 K 头吗？你去杀人了、啊！你找不到机会，你就得创造机会呀、啊！我去了，姐，我再去。要到50个人头了，你到底在干嘛呀 ？Double kill！ 到底在干嘛？没事，姐，我去杀这个 AD， 这 AD 好杀。啊！给看看他怎么杀啊！我在看，看你怎么杀。哎，李二，他说 AD 好杀，他都不杀，他半天都不动，净给你画大饼。你妈，这种陪玩，你还点他做什么呀？天哪！哟，上来说选个战士，转身让你罚10个。哎，怎么好？他是过来演你，他可能跟你一样是杀猪盘，杀你的你是猪。漂亮，这个闪现漂亮。OK。 哎呦，痛痛痛痛痛，他有个蓝，在干嘛？我得拿一下。能不能去拿人头？我真的是我要崩溃了。我马上六神了姐，我马上六神，马上六神了姐，马上六神装。我来了，太吓人了！我来了！别给他，太难抢了。这个有点糟糕，这是我今天晚上最生气的一件事啊！咱们没抢过他，冷静翻转呀！你去拿呀！哎，减速他了，减速他了，减速他了！太快了，姐，戴克，戴克减速他管不过我，他那个环打他身上了，那个减速环打他身上了，摸不到啊！还差一个他大招跑了呀，姐。哎呦，差点给他抢了、啊、还好伤害高、哎、这满血刀拉夫啊姐，他两下平 A 就打死了，他不是脚本是什么啊？我装备好，你个傻狗，确实他没这种人啊。我装备好，我们翻倍了啊，我们翻倍了啊，好没50个了、哎、在呢，又让他拿到50个头了。哦，是呢姐，你拿出5个，他翻10倍啊！我把他全部翻了。哎，好好跑，好跑，就这样是吗？好跑，死。尾巴不行，尾巴。一巴掌。哎，漂亮。哎，你不是想猛男吗？那你就把薛飞换成猛男啊！你看又杀一个。我允许你多换一次。我杀了。嗯，下次一定姐。你问问他有没有，你问问猛男有没有放、啊、你把徐飞放你打之后换这个换那个，你没想过换尾巴吗？啊，你换这个换那个，没想过换尾巴，要死了，尾巴要死了，没想过换尾巴是吗？不杀是吧？不杀交给我了。他还真是真爱。你不杀，不杀我就杀了。说你不杀我们就杀、啊。想他吗？我想他呀。但是我觉得旭贝和猛男他俩是好朋友，他也不会是因为我去想哪个陪玩或者怎么样的他生气吧，我正常接他单钱对吧。不是姐，赶紧让这个旭贝滚吧，他肯定开脚本的。然后呢？然后我还在继续杀对吧，你老板反正要算人头，你说说呗，对不对？
对，咱们不跟他生气，我们就播两个五杀。人家换个不开脚本的，我肯定随便杀，随便带你赢啊。有脚本的。徐贝，你是不是玩不起啊？你开脚本啊，徐贝。你说开就开呗，对吧？反正嘴长你身上，对吧？让他们随便说。对吧？我跟你解释啥呀？是啊，就是那句话怎么说的，对牛弹琴是吧，不与傻子争高低，对不对？对对对。你要说你说呗，对不对？对，你说什么是什么。反嘴没事，我去把这嘴长在身上，对吧？我有啥办法、啊、杀辅助，我去把这辅助杀了，我去把这辅助杀了，姐没事。那熊辅助去了，能不能滚啊，别过来呀、啊、杀你的呗，我们也没干嘛，我们在这他们都不还手，别好小丑啊，这个艾克伤害好高啊！我给、okay, 我救你，我救你！啊、哎呦，救的！哎呀，可惜。用你上吗？哎，我应该先，我想先卖他的。他伤害也起来了。姐，你赶紧让他滚吧！哎、你赶紧让这个徐飞滚、哎，让这个猛男回来。这个徐飞太脚本的呀！就五十六啊！我们杀的快就脚本了，这个、你杀的慢是什么脚本？对对对，劣质脚本吗？我怎么说了，不跟他们争高低，他们怎么说是他们的问题，你去拿人头啊，怎么样都是我们不好。这个你去杀他呀。我杀了，姐，这不这个必杀，这个给他展示一下品。杀了杀了，姐，他有那个盖伦的大宝剑，抢不过这一波，真抢不过。没事没事没事，下一波下一波努力。真抢不过这大宝剑，太狠了这大宝剑。哎呀，我太出气了，我太解气了，那前两把给我熊吃的，给我怼吃的，这一天天的。哎呀妈，太解气了、嗯、太解气了。去杀呀，这奥拉夫很好杀的，你把奥拉夫杀了、哎、他杀人出罗十层了，该卖他了、嗯，你想跑，你想跑，你想跑，漂亮！哎，死的好！哎，你看四杀，哎、四杀又没了，四杀，那个人在哪儿啊？哎，五杀，五杀，五杀！我这一波看有没有机会，能连上吗？这盖伦活？可能肯连肯定是能，姐你勾引一下，我勾引，我站出了勾引啊 ！OK， 能出来吗？我来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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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了。我盯他、哎、呦，老尾巴，你这是在干嘛呀、啊、你们都在一块儿打人。我姐，我出、哎、我这不出山书了，你都把山书出来，我随便追回来了。我今天真是太顺了，我一会儿去买个彩票去。啊，太高兴了，太高兴了，61个啊！太高兴了，真的不知道你到底在干什么，人头人头拿不了，抢也抢不到。不是姐，他开脚本的呀。嗯嗯嗯，对 对, 对。让他把脚本关了再试试呢。嗯，是，你说的对，没错。你说脚本就是脚本了。你那么多的冷漠，我还说你是个女的呢。怎么敢？你怎么还？她、啊、就是女的。我还说你是个娘们儿呢。他就是个娘们，他不如娘们儿。八杠十打半天，战绩还没打成正战绩，还好意思讲话，真的。他还欠我们十个。你快闭嘴吧！你不开脚本，你能杀那么多吗？我说你是个女的呢，大妈。他妈打的这个游戏，徐飞，你还他妈开脚本？开脚本啊！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伤害多高！啊，又杀了！家里有个艾克，家里两个人头，家里两个，两个，好好好好家里两个。好好，我来了。去哪呀？勾引他一下，勾引他一下。这两个头你去拿呀！我真的要吐了。而且他们两个人啊。他有大招，这艾克有大招啊！我来了。你上呀，打他呀！杀了姐，杀了，杀了。出事了，我杀他。是啊。我来了啊！你别跑，我再给你加血，我再给你奶。杀了，杀了，姐，杀了，伤害有点高，哎。哎，他伤害有点起来了，杀害数又十四层了，想办法给他冲掉呗。他们魔抗起来，我就换物理了，我换物理装备。行行行，可以可以，我们钱够就行。
哎呀，64、74加3、53，我说话一点攻击力没有，我为什么要有攻击力呢？我杀人不就行了吗？咋了？吵架厉害就很，不是我如果吵架厉害就是很，就是一定要吵架很厉害呗。我也不会吵架。还脚本怎么能这么恶心啊？漂亮！我人头杀的多，对面自然就破防了。别说了，玲玲玲，你别说了，我们承认了，我们是脚本。哎，别说了，别拿这个打我们了，我们不与傻子争高低，知道吗？啊！你看吧，哎，尾巴，你看吧，他妈了，他们都承认了，草莓你都承认了，他们肯定开了，姐，是，他们肯定开了，我们开显示器了，不像你，连显示器都不开了，是不是你去举报呗，是是开了，怎么跟个傻狗一样？肯定开了，你说开了就开了，弄得我好烦、啊。你去查容易截图，容易截图开了，自己去看，看有没有开。我们开显示器了，我们不说了，我们就开显示器了，对不对？草莓都承认了，把显示器打开，行吧？啊，对。是，没毛病，没毛病，没错，你说的对。又开上脚本了，老跟傻子争什么呀？我们总跟搞笑的，他还挺搞笑的，还说开脚本了，打你还需要开脚本啊？不需要。哎呀，十杠十呢？那我现在提醒你一下，你现在刚把那个违规的人头还完，现在我打你还需要开脚本？打你跟打蚂蚁一样。可不是吗？打蚂蚁一样轻松。他呀，你怎么又抢不过他、嗯？太漂亮了，控我了，姐，我被他控住了。怕这么点？打你跟打蚂蚁一样，还需要开脚本？看了是两局反转。没事。到底能不能拿人头啊？我操，700级速。七十个了，你才10个。漂亮。你看我们都救你了，你不夸夸我吗？姐，你看他们又过来在这 K 人头，他们开脚本还在这里恶心人，不是抢人头就是抢野怪。哎，为什么走着塔杀那人碰着我了呀？不是姐，徐飞之前也这么能杀吗？姐，徐飞，怎么了，姐？你说什么？我是很能杀，我看着那个人碰见我，我去碰塔，为什么？废物了吧？不是他开脚本怎么跟他比呀、啊，姐？受啥气了呀？这把受什么气了？就他说开脚本了，我们就受气了。他妈废物了吧？你就杀了11个、啊！我不知道观众有些观众这个不知道受啥气了。带脑子是吧？姐，他开脚本跟着我抢人头抢野怪。他说我开了我就开了，那跟他讲道理讲不通，你让他说呗，这有啥受气的？我不知道那受什么气，知道吗？解释有啥好解释呢？不需要解释。他妈的，必须像一朵拿头不就行了吗？你玩的菜还不那个啥？这都是你玩的好的菜，是你他妈的拿10个头，是吗？破、哎、活他违规了，拿的不是战士，不是战士、啊。还挺搞笑的。哎、我再跟你说一下，别人和那个尾巴，自己垃圾就不要说别人开脚本，是吧？但是你要如果说非说我们开脚本，是我们认，我们开的就是脚本，在废物面前理解不了的高手操作，在你们眼里全都是脚本，我怎么跟你犟？对，我们不跟傻子争高低。你看姐，他们就是在这狡辩，开了就开了，还84、74个，对，我们就是开了。跟傻子这犟什么呀？是不是？你能理解高手的操作吗？啊！我说句不好听的，你天使5级之前杀过人吗？啊！6级之前拿过人头吗？这男的，就是你这跟这陪玩啊，搁这转移视线呢，懂吗？为自己的菜找借口，懂不懂？对呀、啊，就是啊。哎，我们开脚本了，我们开脚本了，对吧？干。关键他老板也没脑子，哎，他也说开脚本了，好吧？老板信啊。他陪完说还能理解的吧？怕自己菜转移那个目标了，说开脚本了。他老板说：“哎，你也开脚本了？你看这老板多没脑子呢，怎么？”不是，关键我跟你说，知道他俩为什么能在一起这么久吗？可能整不好这个尾巴呀，就是拿这个事儿就骗他骗喜。哎呦。什么艾克什么伤害？这什么伤害啊？看都没看懂。不知道，我没看懂。哦，我没看懂。尾巴，你他妈别刷野了好吗？我来了，姐，我要换一套装备了。
我等这个 AD 过来呢，姐，我等这个 AD 过来呢。他伤害有点太高了，我换个，你需要我跟你的时候，你叫我一下，我再去送。换个射手，刺客装。哦，是呗。好好好，好嘞。嗯、杀了姐，杀了。他开脚本了，怎么办呢？咱开脚是屁了，咱们别跟他犟了，杯子。咱们搭理他干什么呀？没搭理呢，没搭理呢。啊，别搭理他，别搭理他，自己菜，然后还在那忽悠人。那说句不好听的，那个肥那林儿也是个没长脑子的，别人说什么他信什么啊？信什么是什么？啊、再拿六个呗，咱们再拿六个八十个了呗。可以，我信你。我操，这小艾克！我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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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不是姐，你看这边盯着我打呀。那人家没活呢。你为什么又死了？对面技能都给我了，姐。等一下啊！嗯、等一下啊！哎、中了两个，中了两个。咦、哎？我说话呀，都是你拿不到人头，害我受尽了委屈，人头人头啊！咦，我要的是人头、啊。我帮你要人。那也得等我复活了才能拿呀、啊，姐。我马上复活了。啊！就占了我，就占了我，就占了我。还剩两个，还剩两个。哎，这玩意儿真好玩啊！这个天使能两修啊？咦，第一次知道，这怎么玩这个？下路带一下。哎，这救命！救！你复活了，出门去哪人头啊？我去杀这个 AD 姐，我去杀这个 AD。1039的血。去啊！这 AD 跑了呀，姐，我刚复活他就跑了。找不了那条弹幕了。快点跑呀！你怎么又要去刷野了？我搁这对付对面女老板呢，她在旁边狗叫。我那弹幕没找到。杀了姐，杀了。都是一些斗鱼小号在带节奏。哎，我刚才看到有一个人在狗叫，我这个想给他封个365啥的。人不见了，没发了。On 死包包。漂亮。哎，你说他一顿操作猛如虎，抬头一瞅，人头被人抢了。79个了，续杯马上又要80了，你去拿呀！我真的是，你为什么拿不到人头啊？去了姐，我再去啊！摸摸摸摸摸，漂亮！漂亮！啊！OK， 姐，我被他控死了，他一直在这控我呀，姐。好差游戏啊！哎呦，带节奏的咱们肯定得封的，这没办法了。搁这有些人搁这带节奏那是没办法了，好吧？奥拉夫谁都想照亮一下对正义的渴求。下次跟游戏里他妈能他妈的把野擦干净了再来打呀？你什么都看不到是吧？Yeah. 不是姐，他开着疾跑，我怎么跑呀、啊，姐？那疾跑跑太快了，怎么办啊？82个了，姐。漂亮，不行、啊。不知不觉，他说不知不觉咱就80几个了，就三倍了。急走一开，啊、没急走。还赖了我们十个呢。哦，他你们还欠十个呢。好吧。你家陪玩这个游戏还没开，就直接就倒给十个。真的，然后他现在陪玩，现在14个人头，说白了，江妈把自己积分还光。我真的是，我都不知道你到底在干什么，人头人头，我要人头，你都拿不到。我知道装备拿了，姐。多个。700多刀。你就给我送了10个是吗？第一把也就赢了9个、哎，到后面几百个、几百个的输，这把又是几百个人头，还行吧？哎呦，他死了！哎，打团了，姐。没办法，姐，对面3个人追着我呀。他又没办法了，啥有办法呀？你老板有没有办法把你换了呢？你天天没办法。就是说，应该给他换了，就是
啊，这伤害，哎呦我就是站路，就站路啊姐。哎呦，就是站路，就是站路。还有两个人在哪儿呢？奥拉夫呢？就是守塔。奥拉夫人去哪儿了？哎，我一想了，旭呗，一会儿我去找那个谁，找姑姑还能领点赏，能领点赏金，我就想乐。今天晚上给你和猛男都加鸡腿。我的六，可以。赢的都还不够我今天输的零头。哎呦，四条龙了，对面，我操，挺吓人啊。四条龙了。人东复活的，东复活追回来。你每次都是这样子输，你告诉我这么多人头你拿什么追回来，你告诉我你拿什么环，你不敢相信你。哎呦我操，别我被击飞了姐，我被击飞了，我来了姐，我来了，他死了，他死了，我没解开，没怪我了，我操，可惜可惜，怪我了怪我了怪我了，这两个人头丢的真是击飞了，大开不出来，怪我了怪我了。你真的是一把玩的比一把菜，我又被人家嘲笑，又被人家说，被人家骂。没嘲笑你，啥时候嘲笑你？我受的委屈都是因为你。没嘲笑你呀？没嘲笑你。杀了姐，杀了，杀了，杀了。你不要这样了，玲儿，玲儿，你让我们好高兴啊，玲儿，不许这样。我操了！嘲笑你干啥呀？嘲笑你。还能杀姐，还能杀，我能杀这一滴。索雷，你告诉我现在拿这几个人头有什么用啊？我操，可以，这尼拉怎么伤害这么高吗？没杀了李儿姐，尾巴没杀了李儿姐。来一个乌，愤怒核心。怎么办？好肉，我再追呀、啊，姐。我只是犯了全天下都想拿悬赏的人的错而已，又是三倍，我输的都不止八百个了，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呀？得不偿失的事情、啊。悠悠，我又不是故意的，悠悠，完了又少拿一个，哎，我这手真贱，我给断下了。可惜可惜。我为什么开始会相信你说你能打呀？可惜可惜可惜。我这个 E 给他E死了，主要你伤害太高了，我那个E见缝的。哎呀，悬赏我也想，那我也我一开始没想到他能，他会开脚本啊，正当渠道来拿，对不对？你就现在能不能给我多追点人头啊？我少输一点，你赶紧追行吗？追了姐，追了，我每波起来都杀人啊。杀一个也算人，八十七个，八十七个，哎，这把好像还能翻倍吧？我守着这样，后面我阿拉夫能打不？他跑了，他有点，他又来了，而且他重伤了。后面，你他妈知道悬赏是什么意思吗？你就搁那悬，别掺和这些事情好吗？减速了。我不知道悬赏是什么，但是我知道。我操，伤害真高！我操，我不知道。反正就是你说那乱七八糟我都不知道，反正我能拿你的悬赏，反正我就是开心，我就是高兴。八百个，你要是说最开始不上嘴脸的情况下我还能我这么高兴，但是五十分钟八百刀，我操，太猛了。这要是玩狗头的话会怎么样？我会进出心底的黑暗。玩狗头的话就很厉害了。去拿人头啊！我去了姐，我再去啊！我操，差点死了！漂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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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杀他呀！杀他！漂亮，还差九个，还差九个，还差九个！开疾跑，还差九个，还差九个！还差九个，求求你了，旭白，求求你了，旭白，求求你了！姐，求我干啥呀？求对面！还剩九个，还差九个，还差九个，还差九个！别急，别急！你最好了，你最好了，你最好了！那我现在不杀了呗。别，火器是引路的灯塔。杀了姐，杀了。这他妈谁顶得住呀？这一天天的。还差九个头，咱不能杀快了。好吗？留一个，留个种。
来，他刚复活啊，姐，对面刚复活啊。我点你是来干嘛的？我真的想不通。搞得漂亮。哎呦，我人都抢的太漂亮了，我还不给他奶呢。你不回家你就摸摸摸摸一。漂亮，感谢感谢塞拉斯拿来的助攻。不是姐，你看他自己一直在那留技能 K 啊。谢谢塞拉斯。感谢感谢感谢塞拉斯，你要跟我找这么多借口，你去拿人头。他一直在那里 K 啊，我在拿呀、啊、姐，他一直跟着我在那里 K 人头，我怎么拿呀、啊、姐？又 K 了，又 K 了，又 K 了，又 K 上头了。他太畜生了，姐。哎呦，你说他们这种人啊，拿不到就是别人不行，接受不了，接受不了。怎么又狗在叫呢？怎么有人打游戏？我去抓这个艾克，我抓这个艾克。怎么有狗在叫呢？我去抓这个艾克，姐，没事。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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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漂亮！太难跑了，这个。我真的他妈感觉你没长脑子，是不是你他妈出生的时候脑子没给你提出来呀？漂亮漂亮！我杀了呀，光杀吗？95个。95个，你杀一个人招杀四个，帅帅的，告诉我能有什么用？言多必失，咱们现在少说话。我这波去杀这个奥拉夫，你看我操作他姐。来了姐，我来给你报仇。我操！漂亮，显着你了，我俩就给你姐报仇了。没事，还有伤害也不低啊。叫嘟嘟来干嘛呀？咱们刚才不叫了吗？不是姐，你看他又跟上来了。不是他又跟上来了呀，姐。好肉啊，他打不动。他打不动魔抗，他打不动百多魔抗。他打不动，他600多魔抗，姐，不是他怎么这么肉啊？打不动我们上了，你说你半天你打不动，他打不动，我讲道理，我俩，不是他怎么这么肉？怎么打呀？他这么肉，他这个铁链都甩，他就只出魔抗啊，他就，哎呀，人家都不想，我俩都不想那啥的，说帮帮你吧，烦死了，我这回他俩能不能受？没事，我偷盖伦大招、啊，姐。哎呦，偷盖伦大招的真伤，让那什么给抢了。这好可惜啊，这个头。这个真的太可惜了、救命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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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操！好沉默啊，好沉默，好沉默。他让那什么给杀了？他让那个干果，他让那个救赎给杀了。这前世怎？我五百。这前世怎么会相信你的？你说你能打就真的能打。哎呀，我拿了你2个人头，我烦死了。姐，他一直在 K 我头，我也很烦啊，姐，没办法呀。别烦。这2个人头要是不拿的话，咱们正好就100了。我手真贱。姐，别烦。抓这个艾克，姐。烦死。我去抓这个艾克，我去抓这个艾克，他一直在这偷塔、啊，姐。你往人多的地方去拿人头好吗？你看看别人，你比如正义。我姐妹他把家推了，这把就结束了呀，姐。不想说了，我他妈现在命令你去推塔，推塔。99个，赶紧结束游戏行不行啊？哎呀，他们玩不起了，99个，这就推，这就推。他给你秦王绕柱，这波我懂，他捡斧子，操！那没事，那我推塔了呗。我他妈 A 你一下，我勾引他，这个，哦，疼，漂亮，必死的。太帅了！我来推塔，姐。哎呦，帅死了！根本就不用我了。101，101，101。姐，我把塔推了，我不让他杀了。妹妹，我把塔推了，我把塔推了，姐，没事。哎呀，他就只能开脚本才是这样。你就想让你姐输的更多了是吧？又开上脚本了。哎、你想让姐更输的更多。你不要，求你别杀了，西吗？弄吧，又杀一个，漂亮。哎。我跟你说啊，李儿，他要是推塔的话，你就输的更多了。
你都不如再往回撵一撵，他还能帮你弄两个，对不对啊姐？是不是啊，一百个，你自己看着办。可以了，哈哈。拿他一百个之前你就把塔推了，哎呦，这也够了，拿下，哪用啊？太帅了！哎呀，咱们五杀看不到希望了，一百个人都起。哎呀，拿下，拿下，拿下！哎呦我虚呗，太猛了，算账，算账。这波没有一血，查查他，他肯定太猛了。看一下刚才的水友有没有发奖、啊，等一下啊。发红包了，兄弟们！因为你呀，你跟我说你能打。再打一把，我们发红包了啊！游戏里面发红包了啊！能不能不打了，真的，草莓，能不能不打了？啊，不行，啊，不行。有一位水友发了信息啊，有一位水友发了信息啊。不打就不打了，不行。看一下等级，332级，没有到达350，所以说只能发6000块钱。太可惜了啊！伟爸，我这么相信你，结果呢？不是姐，你再给我个机会，你把这个虚兄弟们，如果觉得微信公众号玩不方便的朋友呢，可以在注册这个公众号之后呢，可以复制这个链接到默认浏览器里面玩啊，这样不妨碍大家去聊微信啊，好吧？什么呀？我现在都不过呀。想去新区冲个榜玩一下，没有，算下账啊！我怎么换？我怎么把徐北换了？我也想换啊，那是我能换就能换的嘛。怎么了？姐，他开脚本没得打呀，姐。我又开脚本了，证据呢？就一张嘴，说你开脚本了，就一张嘴呗。你的意思就是你说我开脚本我就开脚本了呗，啊，是不是？说话。姐，你看他在这一直狡辩，他还在这不承认。又狡辩了，你看又狡辩了。是啊，我就没有见过这样的，他肯定是姐。我操，第一名，兄弟们，咱们今天比的什么呀？气息榜我第一名。偷了。哈哈，可以。嗯，你先偷个头啊，什么干？你知道吗？第一名白送一个粉装，兄弟们，我操，好香呀！我第一名，我这比拼这个时候我第一名，好，这个第一名一定要保住，一定要保住。不是姐，你让他把你不然换一个不开脚本的，或者让他把脚本关了，我肯定给你追回来。有脚本关了，机会我肯定给你追。你说开脚本就开脚本了。我说你今天穿了绿色的内裤，对不对？你头你是不是？我今天说你女朋友在外面乱搞了。女朋友在外面就乱搞，他哪有女朋友？他太成这样。看微草莓，自己看微信给你了。就一张嘴呗。好了 好了，就一张嘴。收了收了。啊！你就只会在，就只会为自己开脚本找各种各样的借口，开了还不敢承认，是男人吗？你别恶心人啊！你自己菜。你真别恶心人，你别真，你真别恶心人。自己菜吗？嗯。怎么会来打啊？菜就菜，怎么又能碰到徐飞啊？菜为什么不认自己菜呢？承认别人比自己强真的很难吗？嗯，菜怎么了？你们不开脚本能打过我吗？你看又开脚本了，你又开脚本了。你能不能别说呀？我只要你能打得过他就行。嗯，又开脚本了。你再给我一把，再给我一把机会。这把我们玩坦克，他开脚本没有用。你又开坦克了啊！你要开坦，行，来坦克来比一把。又坦克了，嗯，哎，他得还得罚十个呢，姐别忘了，他得罚十个。我算里面了，算里面了，算里面不罚十个，他是396个，罚是406。我记得倍儿清楚啊。你又玩上坦克了，你又开上坦克了，多吓人呢！真吓人。太吓人了，铁铁啊！主要是你说啊，你说你打不过，你就说打不过的。我操，就这么一会儿，我被抄了呀，兄弟们！这第一名谁啊？别逼逼了，你小子，是不是跟我干上了？脚本玩坦克还有没有用？玩游戏我不再让你们了啊！你们看直播我让你们，玩游戏不再让了啊！这哥们怎么就直接就给我反超了呀？直接变第二了。什么玲儿姐？
然后你把1000多个偷了，让我走吧。玩坦克是吧？不行，开上坦克了。嗯，不行。行，你那什么，你要是那啥的话，预备，如果要是那什么，你我不知道你能不能懂我这个意思啊？你要是说这个坦克不太擅长，这10个我认罚，你懂我意思不？不用姐，不用不用，我坦克也厉害，坦克也厉害。行，反正我就跟你说，我这10个我认罚，没关系，你要是那啥。好嘞。哎呀，坦克我也会玩的，坦克。这哥们儿怎么一会儿就给我反超了呀？哎呦，我又超我一个，又有个谁又超我了？来了，你俩不挺狂的吗？不目中无人吗？这点忍不了了，兄弟们。嗯，这点忍不了了。仅仅1分钟时间，直接给我反超。这我点忍不了了。坦克的话，我开坦克。坦克我就玩这个。嗯，能。等下点下符文天赋啊。赢9个就狂起来了，那我。这他妈很烦啊！我们要是赢这个把把都是100个起，四番番儿，把把3-4个五杀，给矮子气坏了。你们不得哭啊？啊！你们怎么又开始人身攻击了呀？看你这个脚本玩坦克行不行？开脚本玩坦克，等一下啊！哎呀，怎么符文天赋怎么带？说白了就是皇子也是坦克吗？嗯，啊，没事，我已经选了，皇子也是坦克呀。第一次见，第一次见，没事没事，一样的。来个风暴聚集 ，OK， 稳了。真的不想打了。稳了，已经稳了。你说不想就不想。给矮子气坏了。嘴巴那出，傲娇那出。兄弟们，下播这把打完，我会在游戏里面给大家发一个口令红包。今天就让你看看什么叫游戏。好吧，大家只需要扫描左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玩了。你看这把的，已经1000多个头了，你告诉我怎么给机会啊？不是姐，我坦克一定可以啊。嗯。你坦克玩的谁呀、啊？你说我吗，姐？看啊。姐，我玩的是石头人啊。他玩的谁呀、啊？他玩的，你玩的什么呀？你玩的什么坦克？你这把玩的是坦克吗？啊？你自己不会看吗？啥呀、啊？什么不是坦克是什么呀？谁什么是坦克？你告诉我你玩是啥呀？你玩的啥呀？青钢影啊！青钢影是坦克呀？是坦克啊！啊，不是你们不是看那个英雄定位来的吗？我专门看的英雄定位啊，有什么问题呢？青钢影是坦克，你确定？不是你们不是自己说的吗？我看的官方定位啊，我就看的官方定位啊，就是啊。你确定？